今天采一些玫瑰做香包，要选这种，选择这种半开的才会香。我们家老先生有些迷信，说不能种有刺的玫瑰，所以有刺的植物都不可以种，尤其是家中及大门口，是属于家庭的门面，是客人来到地方看见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家的玫瑰是无刺的。从小就喜欢玫瑰，太漂亮了，割舍不去，我还是偷偷种下不同品种的玫瑰。大太阳有点晒烟了，有刺的植物种篱笆墙其实是可以挡煞的。先生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还有一点，他说是为安全，有刺的东西，有刺的是可以伤人的，特别是小孩和老人会因此受伤，所以我还是尽量少种些有刺的吧。今天再摘些回家做些香包吧。香兰香包可以放在卫生间，家里香喷喷的。再摘一些来做玫瑰香水吧，玫瑰水又可以喝的，又可以喷。摘不摘花期过就淹掉了。现在是最壮观美丽的时候。再过一两个星期就没有了，秋天的时候还有一波，只是没有这么壮观美丽。趁着现在花季赏花吧。要选择这种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的，用来做香水的香囊会比较香。做好的香包可以放在洗手间、卧室都可以，很香，香喷喷的。这些厨具都消毒，用那个蒸馏水熬花瓣，开小火慢慢熬，不要烧开了，直到这个颜色，花的颜色变白了，就可以关火。过滤好装入瓶中，你也可以加入白酒，便于保存，也可以装入香水瓶中当香水喷。